电视圈的创举，华人世界第一次，十二位演艺红星同台竞争舞王舞后宝座，名士当家小生小旦，王灿、江俊翰、娄廷腾、钟雅茹、潘映竹、爱丽丝，超人气明星名模玛格丽特、班杰、周怡佩、乃真、刘轩爱、小空，每位明星参赛者都会以独家国标舞大招挑战舞力极限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，您准备好了吗？周六晚上10点，请强力锁定艾尼亚舞力全开明星舞王舞后争霸赛，帮心爱的偶像加油哦！